这是我妈妈画的孙悟空。蚂蚁跟蟑螂哦，然后还有那个蜻蜓，颜色好漂亮。好，再翻。好，这个花，哇，好漂亮哦！这么漂亮，好有自己的风格哦。真的画得好好哦。哇，小孩子在读书啊。总统府，总统府，爬楼梯跟放烟火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在吃饭。弥勒佛，这是街道，这是仙女，觉得好好看耶，颜色都好美哦，而且图案真的都觉得我很喜欢耶，好厉害哦。我妈妈画的这么漂亮，而且我妈妈没有上过学哦，也很少拿笔写字哦，她能够画这么好，我说这是孔子。不管是颜色啊，然后人物都很有自己的风格，哎，觉得好厉害哦。那颜色都配得好棒，这个你看，这个墙壁全部都是自己想象的，自己怎么画怎么画。没有没有什么，这是米，他带米，有一个人在带那个米。我啊，哇，好棒哦！